看看狗子是不是又在这里巡逻啦，一大早的，哎呦，狗子这么酷的，哪里哪了个泡面搭档啊，一大早又起来巡逻了的吧，挺酷的哦，我的天，你不理我，昨晚我要停在服务区过夜的。大白，大白，哎呦，你咋这么酷啊，开车走了，哪天我们这还没起来，你是不是把车开走了，起来到地方了，看得好认真，也不知道他看什么啊。我们早上吃个早饭，哎呦，咋的呀？你不开门啦？我一吃早饭他就过来了啊，拱我的手了。这个蛋有没有那啥呀？这个蛋，这蛋怎么了？天然的一个小爱心呢。简单吃个早饭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拜拜，爸回家喽。爸到家啦。有话讲啊，大白。大白有话要说啊，大白想说点啥呢？哈哈，他说的是啥？你翻译一下。搞笑的。是啊，吃完我们得找个地方下高速去做个核酸再回去哦。对，因为还有个几十公里嘛，就能到那啥，到江苏地界了。我们在江苏做一个核酸，然后再回去啊。那你今天要开到家，应该要开到很晚了吧？晚上嘛。晚上了。下去做核酸嘛，不是？先做个核酸吧。干啥呀的？来来，我弄给你吃，把火腿肠吐出来，我弄给你吃。吃完早饭呢，把我们那个鸡汤炖上了。你看我们在高速上吃的都是红草加枸杞。板栗。板栗啊，板栗鸡汤真的是蛮好吃的，我都能吃。边走边炖。啊，给大白留了两块鸡胸肉啊，给大白。拌狗粮吃，哎呀，还在等着呢。哎，弄给他吃饭。走的时候呢，冰箱是满满的，然后现在呢，已经吃空了哈。刚好这个食材买的差不多啊，刚刚好够。杨桃也吃了。杨桃先不吃了。快吃了。走了，我们吃完早饭就赶紧出发了哈。下去找个地方做核酸吧。对，还有几十公里吧，几十公里就到江苏地界了。做完核酸它也要好几个小时才出来结果呢。对，我们像我们这种最好还要在江苏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外省的如果核酸那个记录啊，就是它那个在那个苏康码呀，它更新的会比较很慢，更新的很慢。在当地做更新的快。对，离家还有300公里啊。300公里开到晚上，早上来个苹果，哎，个狗子啊，我一吃苹果它就这个样子盯着啊，我们一人一半啊，好不好？你俩一人一半，把我们置于何地？刚从冰箱拿出来一点冰的，先凉一凉吧，太冰了不好，太冰了。哦哟，你看你啊，馋的，把个眼勾勾的，好吃吗？真牙渴。你也来口，冰啊，亮一亮。这个高速还4条道嘞，车都没有，怎么有4条道？你看，马到南京了。你看，这真的是一派冬天的景象啊，没有绿色了。树杈都是光秃秃的。高速到收费站了，过了这里就是
江苏的历届了，要换卡了。啊，1000多公里才换一张卡。看一下这一路高速费要多少？开了从广东上高速开了4天啊、哦，一直没下过哈、哦。嗯。1000多公里。才开300多，真的是不要说了，丢人了。开了四天算快了，我们之前都要开一个星期。看一下多少钱。这边感觉激活不了这个。嗯。641。你好，想问一下这个这边 ETC 可不可以再激活一下的？就是江苏的卡。江苏的。啊，我之前贴膜的。啊，这是安徽。是安徽的是吧？啊，好的好的，行，谢谢啊。这里还属于安徽的收费站，前面下一个才是江苏的。啊，这里是安徽的。600多。什么？那下一个那个啥收费站就可以了。嗯。这里还不可以。嗯。这是安徽的。哎呦，这个车好危险，这个车。找地方做核酸吧，600多，最贵的一张了吧？差不多吧。再走慢一点，广东的行程码都没了。再晚个两天就没有了。这边是属于六合。南京的六合。嗯。六合区。南京的边边吧。嗯，边边。现在车也好多啊。找个医院做核酸应该也挺方便的吧？应该不会太长时间。我们把车子停好啊，到旁边那个六合区的人民医院，走，我们去做个核酸，我们再走。啊，走。哎、啊，这边还有点停车位。哎，我门锁没有啊？看一下。看门有没有锁啊？哎呦，果然没锁。这次是带到了，没锁。啊。做一下核酸，我们再回家啊，走吧。弄个速康吧。这边车都停满了，没有地方停啊、哦。在这边采集。哦。啊，是不是在这边先交费啊？这边自助交费，看一下有多少钱？40块钱一个人。比广东贵个2块。啊，广东30多。嗯、啊，这是我的。这是你的。我们几分钟就搞定了啊、哦！这还是蛮快的哈。嗯。不过咱们这边的话，网上也显示，然后呢，很多人都要是出省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拿了个报告啊哈。嗯，我们就不要拿那个报告了，拿那个报告还要等。对。到时那个速康码上面会显示的。对，只要显示就行了哈。嗯，这边停车1块钱呢、啊，给个停车费走了。1块钱这么便宜啊？好了，付了啊！啊，谢谢。嗯，付个这么便宜的。一次停车没有，它是按照那个啥，按照分钟算的。啊、30分钟以内一块。这是不是那种房车？嗯，对，是。哦。慢一点，那后面那个树，这个树没把车给刮花了。哎呀，大白，冷不冷啊？到家了，快，大白，大燕子给你玩了。哎呦，舔我，不要舔我，我手刚刚消毒了。你笑了。给你弄只鸡，弄只鸭，弄只豚，再弄只鹅，和你一起玩，好吧？去又弄的鸡飞狗跳啊！白，大白回去他就是霸王啊！追鸡追豚，好吧？还记得你追的豚不？豚要欺负你的，那豚可不好欺负哦。豚会飞的。嗯。回去得给阿白戴个嘴套，我怕他吃到那些不该吃的啊、哦。冬天还会好一些，最怕的就是夏天药特别的多。药多啊、哦！我看好多狗回去老家都很容易被药毒死、哦。哎，小心一点啊、哦，阿白，你出门戴嘴罩好不好？嗯，尽量就戴。它又那么馋，我跟你讲。在院子里玩，家里没有。天都黑了，到这边补过去，然后买了个香肠，垫垫肚子啊、哦。要加一加油了，加油！哎呀，香肠，我有，大香肠，大白
在这里馋的哟。哎呦啊，真美。今天对了。你也要吃啊？江苏高速是有哎，它不是中石化有。不知道，它外面写了中石化，它这里写了，问它是不是中石化。看到他了，你看他，馋死了！你要怎么叫他，他都不应你。过来！哎呦！好，小口点，别刺到了，等不及了。前面还有烟花，那么好玩的，过年了，这是。上的终于到了，你看大白已经轻车熟路的。大白干嘛呢？哎呦我的天！哎呦，拿上鞋子来了！哎呦，开心的啊！掉了一掉了两双鞋子，过来双鞋子。我看一下你掉到鞋子，哎呦，掉了一双啊！掉了一双，明天要回去了。你给我准备好鞋子了。你看他好开心哦。啊，给我拿鞋子来了，自由了是吧？